哎，画个字，画个太阳。
出呢個學校嘅建築費。学生宿舍星期一至五留在这里。老师的工作家那么限于时间，好像根据姜氏先生的那个安排啊，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是冰块太厚了，怎么也装不破。他们绝望地叫起来：“有人发现了这群避难的白鸡。”马上向附近的村庄报信。人们一听到这个消息，这时候呢，每个人都要拎起一本书。用生物投影机，老师企喺呢一度咧，就可以睇到呢个系薄电脑。用生物投影机个效果喺呢度。小土啊，唔轉身啊！要举起来！别紧张，哎，你画低一点都不像直角人。这样的数学呢，由上海市自己编。跟咗啲年纪。啊！
要寄出一些纪念品给上海师范大学，麻烦我们的三位团长。上海师范大学。